粉丝想要能吃的仙人掌，我背后能吃的仙人掌非常的胖，这一片都是。吃仙人掌之前，我们先吃一下它的仙人掌果实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先把上面的刺去掉，用水冲，容易一点。花开之后，里面就是它的果实。哇塞，看，非常漂亮。剥出来之后，看一下，满手都是刺。嗯，肉质非常好。来吃，又脆又香，这是汁有点多。在这个这种红的，这种红的一般是需要皮皮吃。哇，一闻就是仙人掌的美味。这种时候它中间籽就会越来越小，中间不脆啊，现在是软糯的口感。像食用仙人掌一般是这种比较厚一点的